那从高雄的国偶像到现在今年在接下来在发生的这个国偶爆发，其实它是有连贯性的，就是原来在偶像国偶像这个时候的 focus 在人，在对对事物的崇拜，但是到了国偶爆发之后，把视野拉宽。我们在讨论这个展览名称的时候，是在台大。台一牛奶，所以我们在花牛肉厂在起步，我们在讨论这个名字，其实是花了两分钟吧，后来就是开始吃瘪，因为很快就得到共识。那其实我们事后再聊，说当初为什么那么快就定这个名字，中文的，一下子就定下来，然后就开始白头测骨，然后都有，因为其实我们如果后来去解释这件事，是我们如果要把台湾的这些唱片封面设计做分类的话，我们两个应该会被归到一个类，就是都是从台湾这个岛屿得到养分，得到灵感，然后做出这个流行乐的包装，又来分享给我们这个台湾这个报道里面所有的，所以这些呢，其实都是我们的共同点。那我们当时后来在聊的时候，他说：“他想到说，我有做一个陈升的专辑，就是新报道康乐队在绿岛的演唱会，他就是一个岛。那我心里想的是他的一个非常知名度上就要做故事岛。那其实我们随便从作品里面抓两个，就是说做岛屿这件事。那所以其实这都是很自然，而且是很。”不用再讨论，不用去争议，就是马上就把这个名字给定下来。那我们就紧锣密鼓的开始来筹备这个展览。那其实最近我们开始渐渐有一些制作物出来，相信我就画了一只海豚，很可爱的海豚，变成我们这次主视觉里面一个很重要的部分。我有一个海豚的故事，是跟我儿子的故事。我儿子刚从温哥华回来，然后带他们去东部。去花莲，然后花莲有一个海洋公园，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过？它有一个海豚表演，然后我们其实不经意的去那里玩，就看有一个节目说你可以去报名跟海豚一起游泳，就是你买门票进去，然后你还要再去报名再缴一次钱，那你要去洗澡，把自己消毒，因为不能把那个病毒感染给海豚，然后穿他们专用的救生衣，然后就会有一个教练把你们带去池。那一天呢，那教练在走到池边的过程里面跟我讲说，跟我介绍说这里有几只海豚，然后这个池呢有七米深，因为海豚力量很大，它尾巴一甩就可以泡很远，所以那个池子很大很深。我心里就开始想说，糟糕，我小儿子 Peter 他不会游泳，而且他水性很差，怎么办？那么深会不会有危险？我心里在嘀咕。然后呢，我们去了发现说，这个池边有两组人在玩，一组啊是另外一个家庭，这一组就是我们，然后都有两个教练，各有两只海豚。结果啊，你知道吗？隔壁那一组的海豚听到我心里讲的话，他就跑过来，然后那个教练啊吹那个高音的哨子，怎么吹他都不回去，他就一直围绕在我们小儿子的旁边，围绕 Peter 旁边，然后就把 Peter 带走，然后 Peter 就不在他的旗，然后就带走。然后那边那个池边有一个像这个门的洞，这个小小的洞，就是让那个海豚的鳍可以过去的洞，那就把它带回家了。哇，我真不相信，真的，我不骗你，我就问 Peter, are you okay? 然后他还说 I'm fine, 然后在里面好开心哦。结果那一组人啊，快哭出来了，因为他海豚不见了，所以他们就看到另外一个池子啊，就是跟另外一只海豚，我们就平白无故就多了两只海豚。那我为了证明说，我要证明说那个他是听到我的话，然后我就说我跟你谢谢，如果你听到了，你过来跟我握握手，他就跑过来了，真的我不骗你，他就跑过来跟我握手，然后我就说好，那你就照顾 Peter, 他就去照顾。然后我跟我另外一个大儿子就玩另外一次，我在感动到不知道怎么讲。然后那个教练啊，就是结束的时候，那教练说其实啊，我们是有准备节目的，就是这里有一桶小鱼，
然后你喂它一个，它会跟你握握手，然后再喂它一个，它会去绕一圈回来，就是很无聊的节目。他说我第一次看到海豚玩得那么开心，然后客人也玩那么开心，他们都不用走，就坐在旁边看你们玩，这样。然后这个真是对我太大的回忆。我记得过了两天，我要离开花莲，就是我们的民宿在跟后面，经过海豚的时候，还用心语跟那只海豚说谢谢，这样。那这件事其实有后续，又过了两三年，就是小孩子大一点，一直怀念念念不忘那一次的旅行，所以我们就一起再去，然后就是目的就是再去找那只海豚，一定要再玩一次这样子。然后那一次去啊，那只海豚就是那只好像叫嘟嘟吧，就已经不在了，就换另外一只。然后呢，那只海豚都不理我，尤其对我最感冒，把我带出去就放鸽子就。我就不是自己游回来，然后那个教练跑到上面说：“先生，你手上那个水底相机啊，海豚好像会怕，给我好不好？”就把那个相机给他，那海豚就不甘愿的把我带回去。然后那一次我觉得海豚真无情，一点都不想跟人沟通。但是这个真的是一个真的。